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一过去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它飞过去，我从画面看到它飞过去，这样咻过去，哦，好嗨耶！我以前拍从来没有看到过，这一次看到它整个飞过去，漂亮，漂亮，收工。远方山头上的是九分，这里是蝙蝠洞的隧道了。有没有？这里就是月亮了，位置相当不错。这是那个是渔船。然后滨海公路在旁边，月亮在那边，今天云层也不错。注意车灯未关。好，好，现在呢？11月26号11点40分左右，然后50分开始准备，然后今天要拍国际太空站飞过月球，然后这次打算用拍1080 120P， 就是5倍慢动作，然后焦距是2400mm， 月亮大颗一点，国际太空站看会不会大一点。这边是那个金石园的那个交叉路口的停车场，停车场在那边，然后可以再开进南边海的更里面的停车场。今天其实月亮不错，然后没有东西挡住，也很多星星。好，是该准备了，47分了，我来准备一下好了。54分的开始准备，1780 59分是要开始录影，59分开始录影，30秒，10 9 8 7 6 5 4 3 2 1，一过去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到它飞过去，我从画面看到它飞过去，这样咻过去，哦，好嗨耶！我以前拍从来没有看到过，这一次看到它整个飞过去，漂亮，漂亮，收工，收工，收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过去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它飞过去，我从画面看到它飞过去，这样咻过去，哦，好嗨耶！这一次看到它整个飞过去，漂亮，漂亮。
刚才是我第一次看到在相机里面看到国际太空站飞过月球。以前拍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时间点没有那么清楚啊，这次可能可能比较大，还是焦距用的比较长，还是这样看得很清楚。下次来试看用望远镜来看。现在是这一次是从相机的那个画面里看到它飞过去，过，拍 ，OK， 收东西了，回家。